师傅，啊，弟子给雷声台长请安。啊，讲吧。哎，师傅啊。嗯。喂。讲吧，我听到。啊，我想问一个亡灵啊，就是叫冯广卫，往生了，现在有32天还是33天？冯是两点水一个马是吧？两点水一个马，广大的广。无所谓的谓，一个言字一个田，一个月，那个谓。啊，无所谓的，我用一个田呀，啊。对。冯广卫，男的女的？男的。啊，很好，你们已经给他烧了很多小房子了，嗯。什么？你们已经给他烧了很多小房子了。对，到今天为止烧了400多张。呵呵。400多张，人家在天界了已经。哦，现在已经去天界了是吧？嗯，已经上天了，在。哎，感恩菩萨，感恩师父啊。嗯，他挺好，他本身冯广卫这个人就是很正直的，嗯，人不错。哎。嗯，好啦。他现在是在哪一界天呢？玉界天。玉界天，师父还需要多少张小房子？还能往上抄吗？很难啊。就啊，因为这个上去蛮好的，上去至少活1000岁、10000岁的，挺好。因为他现在还不到49天嘛，我再继续帮他念。嗯，哦，还没到49天，还有机会，这倒是，很有智慧嘛。你至少再要，哦，现在是在再要写33天左右，在120，再烧120张嘛。再烧120张。嗯，看看能不能。哎，感恩师父。看看能不能更上去一点，好吗？哦，感恩师父，感恩师父。嗯，还有什么？那个冯广卫这个人呢，是这样的，一般呢，讲点常识给你们听听。如果能够把他推到色界天，他有机会进入无色界天。啊，那么进入无色界天之后呢？稍微动一动啊，就菩萨就能去把它拉到超脱六道，所以无色界天是一个很重要的位置。其实无色界天这一层天呢，就是天人修到最高的位置了，听得懂吗？现在明白了吗？哦，师傅啊，就是有那个好多师兄啊，就是有一个很大的团队，那个师兄啊，他们帮着助念的，当时往生了以后啊，真是感恩他们啊。啊，就是我师傅，你看还需要，因为在他活着以前，我还给他许愿放生的条数没放完，嗯，我这段时间还需要再帮他放吗？你不帮他放的话，你完了。呵呵，啊，我会放的，因为我现在一直在放。你省钱了，想。啊，没有，师傅，我一定在他49天之内，一定帮他放完。放完。那我一，哎，好，好，感恩师傅。没时间了啊。哎，感恩师傅，感恩菩萨，好，哎。